多謝大家。跟住落嚟，我會彈最後一首歌。呢首歌咧係我一首好中意嘅流行曲嚟嘅，就係、是、李克勤先生唱嘅《紅日》。因為呢首歌咧，其實喺我有挫折同埋有困難嘅時候咧，都已經曾經鼓勵過我好多次，所以就好想分享俾大家。我覺得佢係一首自信嘅代表嚟嘅，即係佢講到咧，無論我哋前路有幾咁荊棘滿途都好，只要我哋相信自己咧，就一定會有希望噶啦。所以咧，我好想將呢個正能量分享俾大家，希望你哋中意啦，多謝。